心，对不对？那我想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请我们最敬爱的导师呢来跟我们讲讲话，好不好？总而言之，很高兴你们班是让我真的是非常特殊感觉的一班，永远是，谢谢谢谢。刚刚跟好多同学聊天，最大的感觉就是最没长进的是老师，每一个都比我强，然后最好的老师现在变成是华锦，原来让我很担心的一位现在是最好的老师啊，我真的是特别的高兴。然后又听到黄慧珍要结婚，又听到王思文也结婚了，终于嫁出去了啊，是大阿妈了。谁？没有，我当阿妈那小事。是阿妈了哈，我阿妈是小事啊。对对，我当了很多人的阿妈。对啊，真的非常高兴，谢谢谢谢。啊，吴敬明也是让我觉得改变很大，因为有上帝哦，非常好。是吗？对，因为有上帝口才变好啊。然后又是很帅的儿子，好害羞哦，太高兴。建明不害羞，你跟他上 Facebook 你就知道，他一点都不害羞。今天要来以前哦，师丈还在家里给我指导，告诉我应该讲什么话，完全不甩他。对，完全不甩他。非常高兴看到各位，就是最简单也最重要的一句话。班真是让我难忘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我听各位的分享。我以前也不怎么会读书，从小到大，国小的老师也忘得一干二净。读高中的时候呢，会计不会，英文不会，通通还给老师。然后呢，现在问我老师叫什么名字，我唯一只有记得朱文才老师。你还做狗狗，也就是他。你说什么？再讲一句，你就门在那里。今天王志文可能不知道我穿几号鞋哈。大家建议一下。可能也不知道我老婆穿几号的。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老师对影响非常大，因为我自己的女儿现在国中一年级，我有很深刻这样的感觉，所以我说哦，以前哦，我变派啊，真的是归功于我这个很好的导师。有没有听到这一点？我真的要补充一下，以前哈也觉得自己还不错，越来越觉得当年自己真的有够差。太不成熟，真的。对，那老师对我们很真心啊。